你别给我搞这么多，你之前已经选择了他，怎么又回来找我？洋洋，你还记得吗？上大学的时候咱们俩都穷得叮当响，你用咱们俩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桶泡面，全部给了我，你饿了一晚上肚子啊。你别说了，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那你还记得这个吗？上大学的时候你起了满脸的青春痘，我用了一个星期的生活费给你买了这个马油皂，你用完之后皮肤变得又白又嫩，我都担心别人看上你，拿过来自己偷偷的用。想一想，当时我真的太幼稚了。唉，是啊，青春就这么一瞬间过去了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还能回到从前啊。差不多可以了。差不多得了。老板，你听我说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只相信我看到的。如果云层是天空的一封信，能不能再听一听，听你的声音？就算是探秘，洋洋，我这又在哪呀？你终于醒了，这是我家。医生说你低血糖，要多吃东西。我这也没啥别的，给你榨了一杯果汁，你之前最爱喝了。你好好休息，我要去上班了。你不要走好不好？我只请了一上午的假，而且手头还有工作要做。你知道，很多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不必非要逃离职场。我不信。你仔细地看着我的眼睛，我不信你把过去的全部都忘了。你记得咱们以前那么多的美好吗？橙汁别忘了喝。先走了。老板，对不起，那个一雪她当时晕倒了。现在怎么样了？现在已经没什么事了，正在休息。老板，你不会生气吧？我生什么气啊？你把我们公司高薪聘请来的海归人才照顾得健健康康，我开钱还来不及呢。老板，我。没什么事，先出去吧。老板，你感冒了？没什么大事。老板，那个我小时候跟妈妈学过按摩，懂得一点穴位，我帮你按一下吧，可以缓解头痛。你先出去吧。哦。老板，我在。感冒是很容易传染的，如果你不怕传染的话，就过来按吧。哎，老板，我来，我来。老板，今天为什么带我们去唱歌啊？前段时间陈氏集团那个项目，大家辛苦了，该给大家放松一下。老板，可是你还在感冒啊。在明目张胆的关心我，还不是怕你传染我。哦，是吗？之前那个非要给我按摩肩膀，说不怕被传染，不是你了？你轻轻一个吻，我疯过的回忆，气氛开始升。杨哥哥，反正都要去 KTV， 你不如带着我一起嘛。林总应该不会介意吧？可走到哪里还是会有点急，熟悉的场景。老板，别说话，让我抱一会儿。王六龙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喊我什么？这算什么？我们算什么？刚刚又是为什么？你想让我说什么？我想让你说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这
成年人的视角考虑很多，不是喜欢不喜欢就可以决定一切的。你从头到尾没有喜欢过我吗？哪怕只有一点点。只有小孩才要一个答案。走吧，如果我变成回忆，退出了这场生命，老板，我想喊你一起吃个饭。别的不繁忙，哪有空陪你这个小屁孩吃饭呀？没事，可以去。正好我也没吃，那不如一起吧。走，吃吃吧。哎，给我点一份包烧炖龙虾吧。哎，好。你不是不吃龙虾的吗？老板喜欢吃。哦。老板没事吧？没事，自己来吧。王玲珑，你知道杨洋喜欢你吧？